今天要在这里买一个电饭锅，然后呢回去给我爸妈用。那个用了太久了，要换一个新的了。包饭先等一下，包饭。给几碗包饭的高干包饭得了吧？包粥呢？包粥就干包粥，那这台包粥功能的高干包粥得了。哎，得了。不记方便个说不个，对方都来了吧？哎呀，包下三年了嘛？三年。啊，得了得了。你们有不点你的退休不给？退休不给你要管。这个太旧了，就不要用了。这个用了太旧了，可能是什么问题啊？就慢慢来着。你现在包吗？叫宝宝，给一个宝宝去。阿公。刚。那你带带上。这朵是小凤送的啦，我送的这朵呢是真花来的，正宗的玫瑰花来，三八妇女节，哎呦，那好，这朵花呢就是我爱你的意思，你看，哎呦，多漂亮啊！啊，小凤买的这朵呢是用钱来买的，我的这朵呢是真心买的。对的，你那朵是最好的，我知道你那朵是最好的。真心的，我这朵。对的，你这朵用钱买的。两朵都好，两朵都好，啊。妈呗。哈哈哈哈今天这个节日啊，妈妈好开心呢。你吃什么？吃这个。吃苹果是吗？吃这个。给一口苹果我吃。吃吧。哎，行了。吃不到。哎，吃不到，哎呦，要就要我吃，吃不到他要哭。吃到没有？吃完。好好吃啊。阿伯我来了，阿伯我来了，来，你去玩。